哎，雷君晚安，欧比王晚安，声优晚安，谢谢欧比王的捕梦王。声优好点吗？有好一点点，对，现在有声音吼，但我今天可能没办法大声讲话。博翰晚安 ，Eric 晚安，久丹晚安，今天好想卢卡，我也是，大家晚安。对，我昨天在台下唱那个嘛，你是我的花朵之后，发现我的声音不见了，发现我没办法讲话，可能是因为用很大声吼来吼去。对，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很吵，因为想说喉咙都变成这样，我一定喊很大声。一天不见就好想你，阿叶晚安，雨南晚安，谢谢雷君的一颗心，太嗨了。对，我也觉得我那天。嘿嘿，我现在完全没有那也不是完全没有上台那时候的上台那时候的记忆比较少，该怎么讲？对，可能真的太嗨。阿叶晚安，还是要先谢谢卢卡昨天陪我们跳，因为你们叫说卢卡一起来，放心不会很吵，那就好。卡丘晚安，你这次开吃的开吃的开心吗？其实我后来我上台前没什么吃东西，对，我没有喝什么鸡汤，有点可惜。今天有点可爱，谢谢。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红红的，就是这边还有这边，这里也是，我这里超肿。对，这边这边刚好是因为特效盖住，所以没那么明显，只是这里好明显。我改一下特效啊，不是改特这个要怎么改啊？滤镜要怎么改？这个吗？红润，还是有点红。算了，好明显。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我还是要说 Eric 的报应呢。对呀、啊，打包的吃完吗？还没。油饭，我今天午餐跟晚餐都吃昨天的油饭。你下场跳之后，整个表演升华。明天要去看医生，应该会，因为真的蛮严重的。很像吐司腮红的，你感觉很紧张，还是戴耳机复习歌曲吗？对，我怕我一上台会太嗨或是太紧张，很容易忘记歌词。对，我后来真的忘记了，就是因为我也没想到那么多成员突然陪我一起跳舞，所以就是脑袋真的太惊讶，就是我发现人都是发生意外会吓到。昨天炸汤圆，我们没有炸汤圆呢。我吃别炸，笑死。这位晚安，还好啦，我不会特别注意到。坤坤晚安，这位晚安，季风亮晚安。等一下哈，忘记歌词就给麦克风粉丝。小易晚安，没关系，你只要唱前两句就好。不行，那天音乐没有那么大声。昨天没有好看的照片，没关系，谢谢你帮我拍。没有炸汤圆，对，昨天本来不是就是半桌。静宇晚安，昨天我就在新竹吃好姐妹的肠子。凯莉莎晚安，成员是本来就要下场一起跳的吗？这个也是很临时的，原本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后来那天早上小慧那天穿着就是很古该怎么讲复古风嘛，然后刚好跟我很配，她说穿那件跳你是我的花朵应该是蛮适合，这样说。然后问我说要不要陪我一起跳，这样、我问他那要不要一起跳，他说可以。然后那时候刚好
安安也在旁边说，安安也说可以，然后面面也在旁边，面面说啊可以啊可以啊，对，这样。然后原本只有三个人，但是后来可能真的太大家都很嗨，所以除了三个以外，大家都对陪我在台上跳。但我那首歌不是想要表演，就是想要开心就好，对。所以人越多越好，压手大家一起来比较热闹，对啊。小慧刚刚说她超喜欢 Nerpert， 她觉得她真的在跳舞。Nerpert 啊、哦，是最后那个嗨就好，对对，想要大家一起嗨，没错没错。而且我跟你们说，我最一开始啊，我没打算没有要表演，还是上空翻花笑着晚安，我真的没有要表演。然后，但是我从日本回来后，碧如姐问我说：“哎，现在没有要表演的，只有我跟玉燕。”我想说，表演有礼物。他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对，那时候他没有说，因为你最后报名说压手，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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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然后我说，然后他问我，那你要当主持人吗？这样至少我什么都，我至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然后我想一下，当主持人哦，那就表演好了。碧如姐情人不是情人，就是怕我什么都没做，粉丝会觉得不粉丝会觉得不开心。主持人好累，对啊，既然你是我的花朵，对啊，就是上次，可是这也是上次直播，我随便唱那首歌，然后后来说，好像可以唱这首。居然不选主持吗？我不要选主持，表演三分钟，想要表演自己的就好。可是主持的话还要讲，就是还要问别人啊什么的，对，就很麻烦。所以燕子最后做了什么次真惨吗？可是他也没办法，他是因为有考试还是面试的关系。如果是单纯来吃饭，对。像是安安本来也不打算表演，但听到剩下八个没报名就对呀、啊。我是从日本回来，说剩下只有我跟月没有说。参会 MVP 晚安，谢谢希恩。食事会楽しかったな，楽しかったですね。燕子本来要跟三七一起跳，面试压力大，没办法。对啊对啊，不要勉强他。可是我没有面试，我是从刚好从日本回来的。想再看哈姆太郎一次，对，其实对啊，那天就真的开心的跳舞唱歌就好。就大家都表演，并姐姐只好读后增强，对啊，真的太辛苦姐姐了。她在讲话的时候，我都在狂吃东西。小圆圆好久不见，选主持很难，好好吃饭，对，可以帮你代扣，对啊。ルカのクリーピーナッツが一番盛り上がってたと思う。あ、本当？やった！頑張りました。そう、そう歌詞覚えましたちゃんと。え、そう。今思ったけどクリーピーナッツの歌詞を覚えるのすごくない？それはちょっと褒めてほしいですね。え、不觉得クリーピーナッツの歌詞記起来不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吗？希望大家称赞我。燕子应该要找一组一起上去玩滑水。如果看粉丝表演的时候超认真超开心，那应该的啊，粉丝都要表演，我们在台下这样看，你觉得这样 OK 吗？平常他们都帮我们喊call，那我们一定要帮他们喊call啊。你好棒，如果好厉害，很厉害，谢谢。唱了，而且你还没有卡词，对，真的。但是你是我的花朵，那时候没想到这么多成员帮我一起，就是搞气氛嘛，就是让我跟我一起嗨，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我前面几句我真的忘记唱，流行脚步看得清楚，舞动在人群很急速，不是，我就唱错歌词，然后。旁边的粉丝跟我说不要被他们拉走，超好笑。
褒める褒める。そう、長谷さん台湾から タイから台湾に来てくれたの。そう、びっくりした。一般人晚安。但是太近的几乎所有成员都会对自想晚安。原来如此，我还想说怎么改歌词，真的是，真的是太吓，太紧，也没有紧张，太嗨，太惊讶，对，真的差点被他们拉走，但还好很开心，就是比我预计上可以更嗨，对，很开心。Plus 晚安，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左蓝是。有一点点舞台的感觉，结果完全没有。对，我原本是打算整首全部的歌都在走廊，但觉得好像不太 OK。副歌对就好。对，如果还喜欢哪一 part， 都喜欢。我刚那边把スマホ見ながら歌の苦労してる。そう。そう、今見てなかった子たちもいるけど、見ながら歌ってた子もいる。のあ見ながら出てた子の方が多かったかな。うん、そうね。そう、なんかせっかくのさ宴会とかだから AKB の歌を踊るのもいいけど、どうせだったらなんかもう思いっきりみんなが楽しくなれるようなもう、そう宴会芸みたいなのをやりたかった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吉乐真度太强了。哦 ，M 先生的舞蹈，我也觉得我们都吓到。そう。怎么那么厉害？然后他跳完，我是发现他跳完之后才发现，等一下，刚刚是 M 先生吗？私はあの宴会のノリを把握していた。そう。ね。宴会のノリ。誰か一人はそうしないとなと思って。可惜没扇子，不然就更嗨了。对，我想到了，还有洛克让人很啊，洛克唱歌也很强。他原本穿格子衬衫。我原本想说对，然后那时候碧如姐问我说，她原本帮我排下半场的第一个人，对。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跟姐姐说，我不要最后一个，我不要压数，其他都没问题。这样，结果昨天拿到 round down， 然后上面写最后一首。Bring Bang Bang， 你是我的花朵，光田刘佳。他说：“我怎么变成鸭鼠？”然后我就超级紧张。而且你们有发现，除了子萱以外，大家都是两个人以上的表演嘛？除了粉丝跟子萱以外，我真的紧张到不行。想说，如果你们的气氛没有很嗨的话，好像就蛮尴尬的，对。要不上还是三人好啊？是说我昨天彩排的时候就看到歌单啊？你们是昨天啊？对吼，对啊，我觉得那个音乐档应该要改一下。对啊，压轴不是压轴，对不起，压轴不会啊，都会尽量嗨起来。ルカは鳥だったけど出し物の順番はビールさん、ビールお姉さんが決めました。いや最初に。あの鳥だけはやめてくださいって伝えてたんですよ、あの何日か前に。そう、私一人でやるけど、まあ多分一人で出ますって言って、あの時ルカともう一人のメンバー以外みんな出し物やるよって、やってないのは私とその子だけだよって言われて、もし出なかったらこれはやばいなってなって。それと司会者、じゃあもし出し物しないんだったら司会者として出させるけどどうするって言われて、いや司会者は嫌ですって言って、じゃあ出し物しますって言って、本当に何日か前ぐらいに決めてやることを。で、何をやるのって言ったら、まあ多分ブリンバンバンだと思いますって言って、で順番は鳥以外だったら何でもいいですって言ったので、昨日ラウンダウン、あのなんだっけ、ラウンダウン、まあラウンダウンでいいのかな、もら台本か、昨日台本もらったら鳥、見当たるか、ブリンバンバン、ニスウォードハートって書いてあって、これは まずいことになったぞってなって。そう、还好了，也只有表演的知道，看得到歌单笑死，都被爆雷，对，被乐团爆雷不开心。还好啦，对，还好，
所以我原本在台上说，我等一下第二首相信你们都知道的，希望陪我一起唱的时候，我相信音乐男那边写你是我的花朵，然后算了，对。スタッフのビール先生が、で、ビール JJ が決めた。結果的に鳥で盛り上がってよかったと思う。いや、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そう。节制的让你压走是对的。对，我也不知道姐姐怎么让我，怎么帮我选最后一个，也有可能是她听音乐的时候觉得，哦，这首歌好像适合压走这样。你还有很多人的表演，还有一个卢卡准备。谢谢还是上香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まだ台湾にいるのかな？さすがにもう帰っちゃったから、明日仕事あるだろうし。你的歌很适合压轴，对，对啊，很开心啊，很开心。露卡姐姐的，感觉就很诗意。是笑死。其实伍佰自己演唱会这首通常都是放在很后面哦，那一定的啊，因为那首歌是伍佰的歌里面应该是最有名的嘛，对。对呀、啊，さっきタイに着いた。お疲れ様です。但表演的歌，嗯，对。然后我原本只有 Bring Bang Bang Bang， 所以我跟姐姐说，我可能只有一分三十秒左右。她说当然没问题。然后后来我上次直播就唱《你是我的花朵》嘛，然后粉丝说这首感觉可以在那边表演。然后我说，那如果我要表演的话，你们帮我唱哦，这样。然后临时决定要加这首歌，然后跟姐姐说，哎，不好意思，姐姐，我原本说一分半，现在变成三分钟 ，OK 吗？她说可以，但是姐姐问我说，但是你还是一个人表演吗？我说对，没错，晚上好。对，所以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复习《你是我的花朵》的歌词。昨天晚安。また行きます。 TP は楽しいし、いやでもあのイベントは結構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ですね。あんまり TP のイベントで、あ、楽しかったって思うこと、あ、まああるっちゃあるけど、まあそうね。でも今回は多分司会がほとんど自分たちじゃなかったからっての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ご飯食べてた、あの 1,2 分の歌、あの、まあ、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てってだけだったから。そう、ルカやじゃあ表演当然没问题。很嗨，好喜欢啊！谢谢四毛，恭喜你拿到前三名。谢谢朱叶的相遇啊，对。然后那个卡户游戏，我后来就是玩一玩，觉得我拿第一名好像不太 OK。想说，我相信很多粉丝想要那个领奖台，就是最后的最后出现第一名谁谁谁，第二名谁谁谁，第三名谁谁谁嘛。想说出现粉丝的名字应该会比较好，所以我后来三题我就故意打错，对。但是最后的最后发现前三名都是成员，真的快笑死。没差啦，对。但是嘛，表演没被选到很可惜啊。他原本要表演吗？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其实我那时候以为姐姐们都会选团体表演，然后我在兜粉里面说，哎，如单人表演的人没上，不用太灰心，我相信这次姐姐们都选团体的，这样。结果好像只有甜甜圈他们是团体，其他都是单人，我也没想到。对呀，下次我相信下次可以看到这次没有表演到的粉丝的表演。TBS イベントだと思って他ではできないじゃない。まあ確かにそうなのか、そうだね。第一都会被捐出来的。露卡晚安，你是我的花朵。我们在最后一周跳得很嗨，我有看到，谢谢你们，因为就帮我一起。再再去，你如果没放水，不知道能拿几分啊？对呀、啊，可是最后一题我可能答错，其他题我都知道。刘佳竟然第一名，不
不是听说还是全部吗？反正一定不可能，你就放心拿第一就好。对，但是我对我想说，领奖台不是啦，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边粉丝出现会比较好，就会有一那种哇，我能赢到粉丝成员的那种感觉。建国晚安，我只有冲到第四一次，前三名都是成员，真的很好笑。那些问题都问得蛮细的，对呀、啊。早四晚安，前四名都是成员。我差一点，差二十几名，下一次不知道要多久了。可能姐姐觉得我龟拉龟做的太假了。下次如果表演日是中一梗，会不会只有卢卡朵？九代吗？有可能。对啊，如果那场的粉丝都是日本人的话，我当然会表演松间生吧。我选你是我的花朵，是因为我是粉丝都几乎都是台湾人。对，姐姐都选单人笑，对呀、啊，我以为我还以为说单人的大家没上不用太灰心，对。但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姐姐选单人，因为那个。礼物的关系，可能他们准备的礼物没有到很，可能没有很多，对。そうそう、クイズ途中までそう一位だったんだけど、なんか自分が一位になるのは違うなと思って、残りの三問はわざと違う間違えたって感じですね。そう。そしたらなんか最終結果が三位ともあのメンバーだったから。ちょっと笑っちゃった。你的タマゴッチ在叫。哦，对啊，他刚刚上厕所了。对，我另一只已经睡了，然后这只它叫番茄，对，トマッチ。番茄还在起床。小游戏我从头到尾都在一百多名。那个题目其实真的有点。问的太细太难，对呀、啊。但是那个 Bill Flower 的空气椅子，我真的印象太深刻，因为我那时候在前座，然后后来听到椅子没有成功上去，然后那时候熊妹就，熊妹原本是拿椅子的人，我说噔噔噔噔，超好笑，礼物数量不够，对，好好笑不够分，对对对。メンバーが一番のオタクだった説把他关灯强制让他睡哦没办法都是甜甜圈把迷人占完了请礼物数量太讲礼物数量太诚实赵红晚安那个大概都要靠猜的结果你拍了几张拍立得我只有拍三张其他都是别人的粉丝我有印象，但我真的忘了哪一组。毕竟大部分题目对我来说都是历史事件，没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熊妹的关系，熊妹是那时候的 MVP。我想一下、哦、昨天还发生什么事情啊对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是第一首跟第二首第一首的跳进来跟第二首的喵喵那时候他们的音乐背景音乐太小声其实姐姐那边已经放最大可是就是 那边会场的音响没有开很大声所以就真的超小声想说连我们都觉得很小声唱歌的人一定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没办法对真的不能怪他们真的想起来我觉得超好笑对因为真的都听不到跳进来吧的麦也没开好看来这个会场第一应该是第一次去不熟悉设备对因为我们没有彩排哦我们都是到那边直接表演这样
应该我们应该要彩排吧？你 rap 超强的啊！谢谢台干小屋，在后面以为他们在清场，真的很小声，没有把喵喵喵盖掉。喵喵喵！我只听到李玲的歌声，真的什么都听不到背景音乐。不过喵喵喵他们自己啊，喵喵喵自己他们自己唱就够了吧？一般来说都用耳环哦，那个不用了，在会场又不是音乐演唱会，就是没有什么音乐，那个叫什么？如果很大很大室外的话，就是每个音响啊，该怎么讲？因为回音的关系，所以会很容易搞混，但是在那边不会有回音。跟李玲唱喵喵喵喵喵，算是给弯弯完成一个心愿，气氛倒很嗨啊！对啊，气氛倒很嗨。我觉得那场最重要的是气氛。我想一下，但是后来啊，来看一下啊、哦，等一下。不过第三组整个反差哦，对，第三组其实一开始音乐也太小声，但后来我有看到他们在跳。对，玲玲唱喵喵喵吗？我还好，我没跳。哦，他睡了。真的很嗨，然后我啊，然后超好笑。结束之后，碧如姐说：“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你们赶快下台，不要再下粉丝。”超好笑，真早睡好健康。对，他们都很早睡。要是音乐没问题，还是想看看他们的喵喵喵。对，虽然很可惜，但我觉得还是很好笑，对，很有节目效果。他们那组真的是耳朵轰炸。谢谢月兔的红玫瑰，我之前有好多塔玛勾鸡，对，很可爱，对，咯叽吧叽。然后后来啊，后来姐姐有一位姐姐在群组跟我们说，好像表演到一半的时候吧，说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下面的接下来的表演帮我们就是做专业一点或怎样。但我觉得这前两首真的没办法，不能只有我听到，耳朵轰炸波程那个比较厉害啊！对，大家好，我们是笑是拿石头，好像是上半场，我忘记了。对，没事啊，没事。但我相信你们都很嗨，我觉得表演最重要的就是让你们开心。卢卡整个拎住耳朵，我还好，我没有，我不会觉得很吵。不专业有不专业的效果的。那时候是忘记是碧如姐说，碧如姐说：“哎、欸，你不要讲那么大，你不要喊那么大声。”但我可以理解，我真的可以理解。我在台上耶，我也原本没有打算那么喊大声，但就真的太嗨了，对。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不会到觉得真的超吵。在玩什么好玩的？我们在讨论昨天的餐会，好好玩。对，然后我刚刚在玩的是 Tamagotchi， 听说甜甜圈有表演，有甜甜圈有一位超强的，有一位表演那个极乐真。吐嘛，觉得真吐，不过还是比公演音乐很小声，没问题。净土啊，对，极乐净土，超性感啊！我在台下一直喊哇，性感啊，专业舞者。但他本人好像没怎么听到，真的很猛。对，M先生双起是。
天天果然翁，绿天天是男生 M 先生。洛克还对洛克比爱心，好好，没有是他对艺林比爱心，好吗？他都是这样，他一边唱歌的时候这样唱，然后画面的粉丝说，M 先生真的太性感了，我真的吓到，没想到他有那么多权力啊，权力，太来 M 先生，期待他下次表演。因为我们叫他过去对艺林唱，对，然后他第一次副歌对艺林唱，第二次副歌好像是对面面这样。我本来从他口白跟艺林告白的 ，M 先生太厉害了，我有洛克的范山爱了爱了，M 先生厉害。好吃，他就不敢过去另一边啊。他很强，他跟我们跳也不太需要练，就比我会跳了。真的没有听到太多声音要听，我懂。表演的时候你就在就是很投入那首歌嘛，对，我懂我懂。本来还想说他可以坐在舞台边，然后对着艺林唱，而且更很紧张，更没办法听到你们大家就是谁帮我喊什么，谁帮我喊什么这样。感觉很好，欸，真的很好玩啊！为什么现在才有这个活动？之前应该要办才对啊，可是之前是因为疫情关系。对呀，好可惜，好想去帮甜甜圈打 call。对呀，你为什么没来？哭！谢谢康美的手工饼干，而且这次拍子一定要对到哦。对对对，那都没问，你都没什么问题啊，你跳舞比。你跳得比有些成员还要强，下个月再办。难得还有厂商赞助小礼物啊！对呀，我拿到好多哎，还好我有表演，我拿到尼维亚的乳液跟爱迪达帽帽。对，有些人是拿到家乐福礼券啊什么的。对，我昨天跑了两家女仆店，哎，比哪些成员好？比我会跳，只剩棒棒啊！对呀，那时候我们就自己看，先抢先赢的概念。但我原本是拿黑色包包，但后来发现有一个紫色帽子，然后刚好跟我今天穿的衣服很搭，所以我就选了那个帽子。啊，我有饮料券大家都可以拿到。对，正式生好像可以拿到七张。对，我现在有。哎，我是放哪里呀？噔噔，我好像是拿，对，好像正式生拿到七张，那两罐很重，而且 M 先生应该拿到了四罐，对不对？我没有拿到饮料券，我晚上就把龟剂喝掉了，也超多。但我们家附近好像没有什么龟剂，可能要找一下。对呀，任何什么都能换是吗？我不知道哎。所以这样的话可以什么加芦荟啊、珍珠啊，什么都加，可以加爆吗？对呀，四罐是要涂到什么时候？你可以送奶奶，饮料券还不错。哎，对啊，我也觉得。加东西要加钱吧？哦，是这样吗？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记得物美旁边的三餐那边有一家龟剂哦，了解。但我们平常在那边公园也不会，没办法喝，我们就去公司，去那边，去公司，去那边。看一下。期限内换。哦，直到8月31号哎 ，Oh my god， 肯定要赶快用。现在龟记台北越开越多，好，那我载一下，谢谢。什么告白？龟记有一个秀，哦，秀水万里村。好，我喝喝看，我先截图。原来，等一下哦，
八月三十一到，我的是八月三十一到期，你们的我就不知道。对，是不是小琴回来了？现在凤姐在外面，是梨子加凤梨的水果沙哦，好像不错。其实他们现在推的好像是清茶的样子，但我对清茶其实没兴趣，因为很苦，我们也不可能会加全糖嘛，就是因为减肥嘛。可是清茶如果没有加糖，我是没那么喜欢，所以我在想我要点什么。桂记一定要喝红柚哦，这个我也不知道。苹果红雪，哎，苹果红雪有吗？我以为苹果红雪是康拜的，我看一下哦。规矩，规矩啊，清茶系列啊，我好像要一定要点清茶系列的东西的样子。没限价格的话，点最贵的。对啊，我怕酸，所以不太点柚子的。哦，了解，我是蛮喜欢酸酸的。对，清茶系列的一定要点。现在雷绿梦也很好喝，有限定月换零，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要发限动什么的，对，就是要感谢规矩这样。所以对一定要，但好像要发清茶系列，对啊，但我也不太清楚，还是我点别的东西自己想喝，然后说妈的清茶看起来很好喝。超大的才要发吗？诶，没有，我们成员都有拿到，我都有拿到，有几个成员有发的。对，我不知道是规定还是可以不用，但我应该会发啦，想说都拿到那就发，反正也不知道你点什么喝是没问题。我应该要先找一下家里附近的，好红回家三十天规矩条件啊，回来了，本家回来了，等下呢，我搞不好变成这个皮肤，有可能是因为他害我的。换讲过敏。你是在哪？哇！哎呀哎呀！换讲，换讲困妈妈。卢卡的生鞋真叶配还没……哦对哈、哦！我还要发南桥的，我也要发。搬家，杨森先生还好啦，我已经有发过，在兜粉那边有发照片，也有可能碰家的霉菌让你皮肤炎，真的吗？是因为他害我的吗？你做，这，哎呀妈，有看到吗？碰家的可爱的爱心，啊，碰家真的好可爱哦。我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真的很黏我，好可爱。还有奇异果，对，可以抵抗力弱的时候，就很容易霉菌感染到皮肤啊，有可能强制弱除。好，我会好好在意。对啊，对，我原本今天要播2.5小时，但我改成1.5小时。对，所以你们今天可以早点休息了。对，我也要好好。保护一下喉咙，我原本真的很担心，我其实这几天要拍影片，对，就是唱歌的影片，但是想说我昨天喉咙真的不行了，然后很担心，我在上完茶，喉咙什么时候会变好？下面写可能要一个礼拜才会变好，想说完蛋了。你明天不是要唱歌吗？对啊，我明天要唱歌。今天你的声音有好很多了，喝一些蜂蜜水。对，我昨天吃蜂蜜，还有也吃了那个喉糖。对，你要好好保护喉咙，没错。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100%好，但已经 还算不错。对，比起感冒那时候好很多。会加油。还有一点磁性，对，其实有一点点，对，所以今天就不要很大声，对，开开心心就好。但还是需要练一下歌。对呀、啊，我现在已经记好了 Creepy Nuts 跟你是我的花朵的歌词。你是我的花朵だと多分日本で言うマツケンサンバ的なあれだよね、きっと。我相信你是我的花朵跟日本的松间生八是有一点相关性，不是相关性，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吗？就是刚好十几年前很红的，然后几乎日本人、几乎台湾人都有听过那首，也可以唱副歌。对，代表性的歌，国民级的歌，对，没错，但不是最近的音乐，就这样。啊，好痒哦！也脖子也红红，对啊，都是过敏，这边都是因为一直咬所以才会肿，但是这边其实一开始是痘痘，然后后来变成这样。明天看着医生，会的，我真的好痒，尤其是刚洗完脸之后，就是涂个化妆水嘛，保湿的那时候是这样，对，好草莓，到底是谁咬我的啊？不讲吗？我讨厌，为什么我如果这是草莓的话，我应该有超多草莓，大草莓。只有脸吗？当然对，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真的是只有脸，是不是被碰奖偷偷加班？碰奖坏的，都是因为你啦，碰奖，都是因为你啦，碰奖，是不是偷偷咬我？好可爱哦 ，It's falling love。居然敢 DV， 虽然碰墙常常打我，常常咬我呢 ，DV 碰墙，谢谢一凡的一颗心。我这几天就是我昨天买午餐的时候啊，我没有化个妆，就直接戴个口罩出门，然后被、哦、我去买了什么？我去买了干面嘛，反正那时候那个店员问我说。你脸怎么了？是过敏吗？这样我说，对，我戴个口罩都还被这样说，很严重。然后后来昨天，餐会前，主管姐姐也问我说，你脸怎么了？这边超肿。我说，是过敏。店差点就帮你报警，凶手是猫咪。店很暖，对呀、啊。哦、好痒哦，是因为碰，我在猜这是不是因为碰脚，它的毛只要碰到真的会痒。下礼拜是公演，对哦，真的忘记了，我们 MC 什么都还没决定哦，对，但我相信这次我想的 MV， 这次我想的 MC 也应该不会被选上，所以想要算了。这个月找你合照还是下个月都可以啊，看你。不过现在是猫咪的换毛季节，确实它现在很会掉毛。对，感觉眼皮很肿，这里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是肿的，我现在贴个双眼皮贴，我拿掉好了。这边有看到，这里是肿的，所以才会变成这样。我讨厌，看哪时候漂亮就哪时候，对。肿出双眼皮，没有，我跟你说这里耶，肿的是这里，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用双眼皮贴的话，眼皮会很奇怪。我会远远地给你们祝福，好，我会加油的。目前合照几次？目前吗？忘记了，看明天看医生状况决定要不要这个约定。随时都漂亮怎么办？王家，还没有。刺哦，看来很多次没有，真的没有，几乎他们几乎都不会选，几乎都是选固定的成员的。你太长一段没时间跟碰讲接触，所以过敏，也是有可能。我戴一下我的双眼皮贴，我觉得有点难看。怎么办？对，我平常都这样贴，然后这样，然后这样。还是好肿，算了。尤卡太好看了怎么办？之后把盘碰讲关小琴房间，觉得小琴也有猫，小琴猫过敏比我更，不行，失败了，怎么办？好肿哦，都是，不能怪碰讲，可能真的是因为有别的原因，希望是别的原因的。如果真的是碰讲的话，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有好一点，怎么办？还是好肿，这里好肿。我看不出来，我绿军是不是开太强了？还好。干嘛啦？哎呦，干嘛？公家，没事呢。慢一点，他平常很喜欢这样。慢一点，慢一点，很喜欢这样。他来这边就是表示想要被我躺摸摸。不讲不讲不讲，好，结束了。正好碰讲这小坏蛋交给你了。对啊，你要不要碰讲？是说你流鼻血超过一个礼拜？对啊，就是只要擤个鼻涕，血就会流出来。是不是有点有问题啊？我一下下，这边也中心眼，我右眼好像还好，没那么肿，但左眼症太严重。180晚安，记得跟医生说一下。好，我也一阵子会这样。我真的吗？我懂你的感觉，碰墙特意表演。对，180晚安。你要出去吗，彭姐？他可能吃完饭就想要出去了。那我跟他出去。我手头电脑。180晚安。彭姐要去找小新，小新的还没回来。小时候也三不五时流鼻血，好麻烦哦！对，我就是一起鼻涕，然后整个血。珊妮你好，那个讲公猫话的三公猫话，还是碰见有猫？现在传染给你了，不知道明天再去看医生，搞不好就看我皮肤状况就知道，这是过敏还是别的东西。波达晚安，我以前也蛮常流。很久没见，对呀，我以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开麻油给我涂，麻油，你衣服好多毛。如果羊毛就真的不太会在意上面的毛了，对，我什么都不在意，所以
没有养猫的人朋友都跟我说你的衣服上怎么这么多毛，就是吃的吗？有没错，他说涂在鼻孔里面，哦，而且黑色很明显，对呀，很明显，都是毛，嘿嘿，啊，好想唱歌哦，对，还是很肿。那是长头鸭发，卢卡的帽子呢？你们要看吗？我觉得这个帽子真的好好看，但是因为紫色，所以要看那是平常我穿的衣服。对，有一点大，所以可能就是给男生的 size 吧。真的好大。哦，这是 free size， 59。再小声一点，不伤喉咙应该还可以。哦，对，好像可以。是我的头太小吗？啊？每个地带的奖品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拿到，有些人是拿一般的帽子，有些人是拿包包。对，其实小包包也不错。我原本是拿小包包，但后来觉得。我好像有很多包包，所以就很拿帽子。每个礼的奖品都不同，对对对，这颜色你喜欢吗？我是喜欢啦，就是刚好适合我最近穿的衣服。你的脸大概只有正常人三分之二。本江自己挑，对，先抢先赢，所以前面。的成员选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对，但我还蛮喜欢这个，所以 OK 的。卡妈看我的线都说，那紫色的帽子好好哦，这样。嘿，粉丝的奖品都是拍立得吗？该团购紫色的帽子，对呀、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卖，可以看一下，可以找一下。还有跟成员合照哦，所以只有拍立得跟合照，有两个名额是合照，我、哦、了解。还有手机拍，手机拍是什么？这帽子很好看，对，很可爱。合照是拍立得吗？哦，应该是，哦，就手机合照，了解。没有表演的最大奖是龟迹。哦，是哦，了解。哎，那能上台的大家真的运气很好。喵！表演的人有三个胸针，三个胸针为什么？还有一个泳。DM 先生还上去两次，我超勇的啦，开玩笑，我超勇的好不好？我超会表演的。是那个吗？表演的人报名的人是吗？啊，就是胸章上面有一个勇，真的、哦，是。对啊，从现在开始为了下次参会表演准备。对啊，大家好好练习哈。还有 performer man， 表演的、报名的、粉丝的三个。哦，了解，粉丝就是一般可以入场的粉丝，然后报名是有报名但是后来就可以不用上的粉丝，然后表演的就是。表演的人要两个是吗？结果没有下次，我相信这次如果不办得不错的话，应该有。这次票有卖完吗？哎，不对，是不是没有卖完这个问题？我们还讨论要不要别两颗，但怕上不了。有人没上，哦。那应该有赚到吧？我觉得下次应该是5周年过后，
我相信，对，如果这种表演的话，我们也不需要薪水什么的，就是能吃啊，然后可以表演啊，还可以拿到厂商的东西，那就已经不错了。但我们那周有缺人，只是有人付钱没来。哦，了解。我有抽到跟付钱，结果后来有事没有去。了解，辛苦了。还抽到，比你们撑久还快乐吧？啊，对呀、啊，比我们撑久还快乐。我们可以不用办撑久，但可以办一模一样的活动。对呀、啊，然后要玩的东西也可以跟这次一模一样。对，我觉得Kahoot的话，只要题目不一样的话，就可以再玩了。唯一缺点是，我觉得要控制一下时间。对，就是大家是。可能上厕所啊，或是对，你们听，好像这次有点 delay 的样子。原本好像有别的游戏，但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就没办法。你们存久干脆办这个就好了。对，还有开场的延迟也太久哦，真的哦，进场排很久，了解，辛苦啦。40分才进去，有人我看到有人就是一直没有进场，在下面拍我们，这是 OK 的吗？原本20分进场，原本是20分、40分进场，除了迟到的人以外，在外面罚站了一阵子啊、哦，了解，不可以的，有被赶上来，可是那就是后来。那个人好像说他不是要入场的，然后就，但后来我有看到他在里面，想说这样 OK 吗？但有人不听。不过我到的时候看到成员都在一楼整队，还以为来不及了啊，了解。我是谁我是不说啦，对啊，有真的玩到了就没办法。对，我有看到玩到的人呢、啊，像是强哥，强哥说，强哥那时候到了，就是看到我们，然后他很紧张，然后工作人员叫他上去，然后他说，啊，就是很尴尬，很紧张的也上去，对啊，这种粉丝就很乖啊，强哥超乖的，上楼之后姐姐还说可以报道，对，强哥还偷打招呼。没有，是因为我们对他打招呼。但我在看到有我们在楼下跟就是进场前有人一直在拍我们，强哥上班路，但想说为什么其他粉丝都在里面，他就可以这样，我是有点不太懂。而且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工作人员应该会讲，对不对？哎，算了算了，算了，不关我的事情。只是我比较疑惑的是，昨天到底能不能录音？昨天吗？昨天好像进场的时候才可以的样子啊。录音吗？录音好像不太……哎，我也不知道哎，讲不听吧，了解。姐姐说只能拍照 ，OK。啊，我也不太清楚，应该都不能录影吧？比如姐说只能拍，我听到只能拍照，了解 ，OK。那到时候有看到，如就是到时候如果要大家上传的话，就是注意一下，对，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到底是可以录影还是拍照。如果不真的不小心录影的话就对，他有一直强调只能拍不能录哦，真的哦，了解，我是没听到，我相机连拍的速度快到跟录影一样。对，话说我们进场的时候啊，碧如姐不是帮我们就是介绍我们吗？但是因为粉丝的声音太大声，所以你们有些人可能没听到，有点可惜，所以我想再讲一次。
譬如姐一开始我进场的时候，她说能歌会唱 TP 无法撼动的大姐大，来自富士山脚的小姑娘光铁良家卢卡，是 无法撼动吗？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念。对，撼动，对，大姐大，我开连拍也没拍到进场，因为刚进门的时候光很差。自己想的吗？不是，是碧如姐昨天她一个人想的，真的太厉害。她帮我们想我们的 catchphrase。带老师的时候我都没拍好你，对，大姐头好。然后卢卡就转过去了，卢卡昨天太累所以不好拍啊，有可能，不好意思哈。我看一下其他人，昨天一直都没拍到卢卡正面，抱歉啦，我昨天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我昨天就想说气氛，为了气氛很嗨，然后我就走来走去，嗨跳来跳去，但没有拍到你转过去的时候。你太动态了，对，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对，成员进场一句介绍，活动最主要就是嗨。墨鱼是荣获 TP 队内匿名投票最想交往的对象，迷惑万千少女，神秘海底生物梦婷鱼墨鱼。我觉得真的，碧如姐想的好厉害，他熬夜帮我们想，熬夜帮我们想27个人的 catchphrase 都帮我们想。你们顺序是怎么安排？一开始二期生，我们二三期是同一桌嘛，然后四期生也是同一桌，然后一期生同一桌啊，一期生、四期生、二三期这样，我们就是。二期年纪最大的，四期年纪最大的，然后再来是二期年纪第二大的，然后四期年纪第二大，然后二期、四期、三期结束后就是一期三期。博森晚安，全部都是他一个人想很强，哎，对，真的很强。你们想听谁的？原来是四期最大，对啊，所以第二个才是墨鱼。谢谢博森告白。好，我想一下。谁的比较好笑？我看一下哈。话说，你说姿势像问号是谁啊？应该是你哥哥，就是你哥哥跳到好像就是忘记舞蹈，然后就对。姐姐说，因为他有开场子，所以不准用录的。哦，了解。那你们座位是随便坐的吗？啊，对，所以我一开始想说，我到底要坐哪里？我以为会有那个工体，就是名牌。他后来说不是，还是他太紧张，忘记自己没有跳，忘记自己跳错这件事情。哎、欸，这个真的有可能。我平常公演也跳错，也会忘，就是结束会忘记。哎、欸，我刚刚有跳错吗？就动作很像吧？对，看你找位置找好久。先到先选位置，他搞不好我也不知道，他搞不好也不知道，有可能，对，但可能他不是比真，他就是，因为我专注在，哎、欸，对，我看到博成在左边，你很认真跳舞，你们那时候很好笑，就是左区很认真跳舞，右区的人就是，啊，对我们来说的右区，对。我不知道在跳什么，滑水蛋蛋蛋，我起笔跳太硬。你有发现我挥棒的时候忘记动作吗？有啊，但没关系，很嗨就好。右边的滑水很严重，就是有一种我是谁，我到底在干嘛？然后博左区的博成，还有那个 M 先生吗？对，你们那边就。还有对 Eric， 你们那一区就很认真，我跳的很认真，都没看 Luca 跳，可惜。对，
对啊，就是因为我在右边跳，第三排滑水区，还在聊部分啊，干嘛啊？我不能讲吗？我在专注看卢卡跳舞，不行，你们是表演者，我只看前面礼仪。对你在中间对不对？你刚好在礼仪前面，你们是不是自己选？我是有瞄到，我喊卢卡煮沸了，你就跑到我们中间。对对对对对，有听到有听到。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准备。准备什么？然后就是听到卢卡，我就冲上去。本来说好我们上台要给成员分享，我还喊成员准备哦，真的、哦，但是太紧张没办法。我、哦、好痛，豆豆，豆豆豆豆，我们是豆豆。你说要不要成员做什么，我就临时讨论要 Q 你上来，但有点难给成员分身。对啦，给成员分身。嗯，对啊，你们对粉丝分身搞不好比较有效果，很紧张刚好站位而已，但洛克分身就给好给你们。对啊，但最后其实不需要，不没事，你不用太那个。对，我可以理解，当时真的很嗨，想要喊很大声，因为我也不小心变很大声，所以喉咙才伤到喉咙了。对，真的没有到真的很吵很吵，就是吵到不是想要这样的程度。对，不用担心，真的很难很害羞，那也很有效果。Eric 的 B 沙发就是一直擦。对呀、啊、，Eric， 你为什么没有？哎。可惜啊 ，Eric 偷偷在衬衫里面穿衣服不及格，好可惜。对啊，但我也可以理解，就是那时候你们是第一组嘛，你们是第一组，所以就是有一种可以做什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不知道不能做什么那种状态，所以很保守就对了。对，他不直接试衣服像洛基，对，哎，洛相机，如果你们是最后一组的话，搞不好你们会这样超紧张。 Eric 太厉害，真的会不会表演大招不放，没爆衣太可惜，但看完其他三组还是不敢放。 Eric 都不敢吃饭，他那么会紧张、嗯、他不是平常有在表演吗？我们练习有一半时间说服他脱，他可能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脱，好可怕，好紧张，我还是不要脱了，还是应该要脱。没成功可惜，他说他被我们其他人影响到紧张，好了，下次穿他上面的扣子不够。对，搞不好你下次跳一跳一跳，突然觉得我好想把扣子全部都拿掉，虽然还叫我脱，我说不要。不知道有没有下次，希望有圣诞节有类似的活动。对，跳一跳觉得太熟了，啊，太热了，只好对圣诞餐会。对啊，然后这次如果没有跳到的或是没有表演到的粉丝，希望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对啊，我以为女饭应该会上女生的，对，女粉丝的表演。有点可惜，我还是算了。可以抽到兔签拍立得。现场听到后面都单人的有点惊讶，对，我也很惊讶。我们就是有女犯，还是被刷掉了。这样下次我们是不是资格更难上？我们已经上过，应该还好，还是要看表演跟当场的气氛跟人数。对，因为像我觉得不可能全部都是单人，这样的话只有四个人表演，这样不可能，所以有一组一定是团体。这样，但是如果有团体的话，
要准备太多礼物，这样就有点困难，所以最后可能会变成团体单人单人单人。对，就是最后有几个粉丝，十个吗？有十个吗？我不知道。下次希望信早点寄，我就不会划水。你确定？如果也会唱《我说的没有》吗？哎、欸，我之前好像直播有唱过，还是我今天唱？礼拜四才寄信，真的太刺激。对，希望可以多放、多开放几组。对，啊，可是如果多开放粉丝的话，我们的成员的表演就少了一组。对，我喉咙可以吗？不知道，我要很小声的唱，应该是可以。那我先唱什么歌？还是我先唱别的歌？你可以跟别人一组啊。哦，好像也对。对啊，虽然我这次是一个人表演，但我应该，我其实是可以两个人表演，但我不知道要找谁。对啊，对啊，就是 creepy 那要找也不知道要找谁。好，那我先唱 Bring 版本好了，日期一起之类的啊，了解。但我不知道我原本想要是好笑的风格，有些就成员可能想说。哦、我不想要破坏我的偶包的。真的，我礼拜五中午下班才看到通知信，然后还要提供音档，超赶。对呀、啊，好赶。毕竟如果圣诞的话，点点点。等一下。对，我昨天的，这是我昨天的音档 ，bring bang bang boom。啊啊啊！啊，昨天如果没有在场的各位，也希望可以看到我的表演。不过音档不是录音停工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欸。算了，等一下。我当场，我当场更嗨，就跳来跳去，然后就哇！実力を発揮しきる前に相手の方がバックルで暮らし上がりきるハンドルでハッピー明らかに断トツで期待値相変わらずタップしてる毎日だが何の日かにも色の子は愛すより愛すあれは取りできないことばかりだけどベリハッピー呆れてる呆れてる周りに恵まれてる家族友達もう反則的な自分の俺に負けすときはいい共感しないも大しない冗談とのもしない鏡を鏡答えちゃって Who's the best? I'm the best oh yeah下一首你是我的花朵。哇，这个有点可以看到我的耳朵。有心脚步看得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不喊你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有很多歌曲很知足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意美湖的风这是大家一起唱嘿、hey, 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
就是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嘿，结果真嗨到忘记了。对，我原本就是跳来跳去，然后音乐开始之前，我回去我的位置上，然后拿这个，然后就是这样这样。但我看到很多成员在台上，就是陪我一起嗨，然后就忘记，想说那好像不需要毛巾。对。回到90年代，对。然后楼下在上热摊，我差点撞到那个上热摊的那个阿姨，几乎大家都冲出来了，姐姐超害怕，对。然后姐姐还说：“啊，现在不要上热摊。”还好没有撞到，对呀、啊，对，我在表演的时候还上热摊，笑死，哎。服务员上摊的时候超不爽，因为粉丝一直动。啊、我发现这次的服务生他们都很想要收我们的食物，对，我们都还没吃完说这个可以收吗？这个可以收吗？我一直被问，干太嗨了，对，他们都赶着下班了，没有，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就是吃前菜，对。他们想要赶快收前菜，我都还没夹、欸，收超快的。对呀、啊，但服务生，我们这边的服务生至少有问我们说，这可以，就是至少有问我们，他没有直接拿，一直问要不要收。对，不过其实我也没空吃，前面的人盘直接被拿走。对、啊，他们本来就会一直上干净的盘子吧。对啊，好，我说的咪哦，唱一下好了，好想跟那位粉丝一起唱，他是谁啊？他是徐阿北吗？是吗？还是我搞错？啊，徐阿伯啊，徐阿啊北是这个北哦，我以为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北，不过那周感觉还好，可能那周比较饿，吃很快。了解，笑死我，跟生人都没动，食物都完整，那么紧张哦，笑死，你们是太紧张吃不下吗？啊，但我可以理解，对，我中午吃太多，阿梅是负责出事的，有你在看就很紧张哦，了解了解。不算你表演的很好，对，至少你不是滑水担当。我一直吃，我想说怎么大家都不吃。地震警报，哎、欸，有吗？地震，现在有地震吗？所以饭都没吃，你们是自费去表演？我昨天中午还先吃了饭鸡，滑水担当也很好笑，没问题，对，我是。甜甜圈的滑水担当盛源，我是大声担当博成，饭子没什么吃。对 ，Eric 是肌肉担当，然后 M 先生是性感担当，博汉是灵异担当，博汉是副监担当也可以。对，对 ，M 先生一定是性感担当。好，我太久没上了手哎，找一下。好，我跟男生一起唱。好，应该可以。
我还听到台下有人喊不要花水。这是男女生哎、欸！不要，我要唱，我要跟男生唱。真好了，有要害我差点笑场。没有，他可能真的没有认真跳，所以才会听到。因为这个太高，算了啦，随便唱，随便唱。这没有 KTV 吗？就这个，不要唱，不要唱，就是想要他的时候，他已经下雨。看着你，看着你，然后唱别的，我唱三代都解好了，可能比较好。Bravo！Oh
用这一就好了。等一下，唱别的歌，狗哥的歌叫的我不会唱，我没办法，我想一下，洛克唱的歌是什么歌啊？其实我没听过，谢谢雷军的掌声鼓励。啊，其实可以不要唱昨天大家表演的歌，但我想蛮想唱唱看，喵喵喵。虽然我应该只能唱副歌。歌词，好像是他的自创曲哦，这么厉害，是这个吗？不是啊，这是什么歌？是这个吗？许怀玉的妙妙妙 Fantastic， 这个吗？这原曲应该不是中文歌，我前面只有听过李宁他们的版本，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么好听啊！被你颠倒，听见危险讯号，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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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弹自唱，自就是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风汪汪叫，还在撒娇，我竟已经走掉，从未出现好多的气泡，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对，比我想象中好听。小声，真的好可惜。黑线，哼！弯弯能跟李宁一起就很开心了。对，我也觉得他应该能上台就已经很开心。对啊，而且还可以拿到逆位啊！他
他对啊，他应该是可以拿到两个，对不对？两个，你没有，虽然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抽签的，应该可以拿到两个。对啊，赚到，很好。噔噔，但我也没想到这首的主歌那么好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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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半小时了，哎，为什么最后一首是喵喵喵？我想唱别的可爱的歌。哎，那你哪个呢？这首很棒，不然你怎么会都这么喜欢唱？对，因为你压轴的唱完了。你可以再唱一次，对呀、啊，我可以唱安可曲，但我好想唱中文歌，中文的女生的嗨的歌，喵喵喵也算可爱的歌吧？啊，对呀、啊，想要这种风格，米奇妙妙舞，我刚打妙妙妙，结果出现的是米奇妙妙，安可鲁。MICKYMOUSE， 可是这首不知道有没有歌词。也是有中文吗？欸，有吗？那我找一下。怎么？我记得之前有唱过米奇。妙妙屋，有唱过吗？我那时候是不是没有唱好？底下有米奇妙妙歌词好帅，片尾曲对不对？主题曲是 MICKY， 上次衣服刚好一样，很笑死。好帅！今天的精彩，我们有人多欢乐多多。好帅好帅，难题解开。哎，不是，好帅，难题解开。崭新的一天，不要再等待，起来跳舞，别再发愁。我们要离开，下次再来，不要忘记那米老鼠。好奇怪的歌、哦，不是，这真的是歌词吗？好，我就相信这个版本。米奇是这个吧？看一下，哦，对，好帅！米奇，米妮，迪西，啊，忘记唱了啦！好帅好帅，今天的精彩！谢谢你们今天在妙妙屋帮忙，谢谢你们，开心哦，我也很开心。一样，也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耶耶，好帅的一天，好帅的一天，好帅，今天的精彩，但是一天不会再连带，起来跳舞别再放松，啊，发呆。好帅今天的精彩，好帅今天的精彩，我们要离开，下次再来，不要忘记那米老鼠，就是我，米奇喵喵屋，再会。谢谢你们的拜访。米奇喵喵屋。我想说听起来很帅，好帅好帅，噔噔噔噔噔噔 ，M I C K， 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Backpack， 所以用这首结尾吗？你们还想再听吗？其实可以啊，都可以。嘟嘟嘟嘟哆啦，
嘟嘟嘟嘟嘟人一直嘿嘿嘿嘿嘿嘿，明天五二零哦，还是我唱我爱你。鲁观众我也等一下哦，Oh baby， 亲爱，明天多说一点。我试试看唱这首，但我前面应该不会唱。王心凌的爱你。明天台北要交通管制，好，那我注意一下。
我想唱唱看小苹果，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唱，不行就随便跳。好像没有抖音这东东，有吧？哎，好像有，刚出来那时候，嗯，很久。我大一的时候，哎，我大二的时候的歌吗？哎，不对，大一，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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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嘿。不离不弃，这个好像也可以看看。好，最后最后一首，最后一首。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到脸到耳朵，当爱穿塞穿不停风格，身上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想什么？
着我右手，左手开启慢动作，嘿，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帅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紧张的烦恼算什么？向明天对不起，向前总不客气，一路有你从认真到底。男子汉有什么输不起，睁开笑脸成功能力。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在我鼻子眼睛当一当耳朵，装帅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嘿，嘿 ，TFBOYS，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想到了。好像是我大二的时候，那一届的大一歌唱比赛的时候跳这首，然后我那时候是负责教他们，对，我还帮他们剪音档什么的，对，所以我才会唱这首。耶，向明天对不起，向前冲不客气，一路有你充满都是无限动力。好像是对对对对对。就我们那届唱的太烂，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有经验过这一届的问题，所以我教就是学弟啊学妹啊的时候都是靠那时候的边唱边好像是边唱边跳，可是跳舞应该不是我编。右手左手哒哒哒哒哒，青春的哒哒想什么？卢卡魔鬼教练，我好像是负责唱歌，有得奖，对他们后来有得奖，很棒。我们那届问题也是音乐太小声，然后我们班的男生就是不懂拍子的男生，他们狂抢拍，对，真的，哎，让我有点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错嘛，就是因为太小音乐太小声，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表演第一首跟第二首他们就有点可惜，对，就是想到我大学那时候有很多可爱的学姐，我还不每天报到。可惜我们那一届、欸、我们的这届的男生是一半，可是从我们下一届开始班上男生只有五个男生，然后下下届变成七个男生，然后下下下届才开始变很多，对，对，牛跟虎的那届真的不多，人不多，应该是人不多，对，所以男生也很少，对。所以很少学弟喜欢我，这个科系不以为，还好。可是我们这届就很多，而且我们很好笑，我们这届的平均身高是180以上，大家都超高，真的都很高。对，就是可能之前读体育班，但是不想再读，所以读这届，所以才读这个系的男生很多。对，我看以前的照片都觉得我们班男生怎么这么高。对，最高的是192，他一进来他的绰号就是192。原来一堆原本体育班，对，就是因为我们科系其实可以往当教练的方向，我原本也是以为我是读那个方向，结果后来就没有。一球真的很高，然后我们都常常呛他说
这个身高其实不能，有些云霄飞车什么都不能搭，对，好像是190以上就不能搭，很可怜，所以我们都叫他，哎，你不能搭。192公车会撞门槛，好像是哦，对，嗯，所以身高太高也不是有。不一定是很，不一定是好事。对，我180都会撞人，但太矮可能也不能搭，太矮应该不会矮到哪里吧？对呀、啊，そうなんか私の大学の学科がちょっと結構特殊で、私の代だけあの男子の身長がみんな高くて、平均が本当多分180ぐらい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男子の半分が180超えで、一番高かったのが192センチっていう。だからいつも写真撮るとき、この最初なんかテトリス、テトリス不是有那个吗？最后哒哒哒哒哒哒，然后テトリス，真的那种，然后这个是我，然后这是我们班男生，我男生的那种，所以每次跟他们拍照都是觉得很不太好。他合照时不会常常被切头吗？你说。没有，是因为我们班男镜头是照到他们班，就是我们班男生，所以被切到的是我们。テトリス的表現これまた斬新そう，凹形。所以我们跟他拍照的时候不能站，不能站中间。对，被切到的是我们女生。哎呀，辛苦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对，我之后可能不会。对，之后时速好像比较自由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谢谢雷娟告白气球，对，所以我可能就是播1.5小时左右，对，对啊，自由了吗？没，嗯，好像是自由了，我不知道。对，好像现在没有在管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时间就，对啊，就是。想开，我就会开的，对，对，轻松一点的呀。2.5小时真的太久了，哎，好了，谢谢大家，我要念榜喽。对，也可以说想开多久就开多久。谢谢米酒，第十名是米酒，谢谢。第九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八名是水豚，谢谢水豚。第七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六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五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四名是韩先生，谢谢韩先生，ありがとう太哥了。第三名是盛元，谢谢盛元，不要再划水了。第二名是强哥，谢谢强哥，很可惜没看到你的表演。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雷军，谢谢雷军，ありがとう。我也看到你合照，大家ありがとう，不客气。现在划水，划水超有效果，好笑。好了，辛苦了大家，拜拜，下次直播见喽。嗯，下次直播应该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礼拜二或是礼拜三？对。还是礼拜一还是礼拜四，我记得是中午，对，好像是强哥生日那天吗？好像是，好，现在好，拜拜，对，中午应该是中午，拜拜。现在好，拜拜，对，中午应该是中午，拜拜。